今天晚上我跟我小妹出去有饭局了，所以提前给爷俩把菜做出来，炖点酸菜跟排骨，泡了得有两个小时了，全是油，这边你再洗洗。不能我出去吃好的，给这爷俩整的伙食不硬啊。这翘翘昨天点的，说今天要吃酸菜炖排骨。我感觉这排骨你必须得叫咱爸给吃，嗯，不然真吃不了。冷水下锅，我就给它焯一下子，一不用高压锅直接炖就行。确实挺多哈。嗯。哎呀，这都带刺骨的呢。嗯，那今晚不出去吃了。你得提前告诉咱爸一声啊。干嘛？干嘛我告诉了。嗯，咱爸说来吗？不一定有时间，但是我饺子他能来。嗯，你告诉有肉。我说了，我说晚上炖点排骨。然后还有点哪吒汤，哎，全是肉什么的。咱妈说，我反正有事儿，我看那个，我看。他这个事儿如果是饭局的就不来了，如果要是别事儿，绝对能推掉。嗯。俺家炖排骨不搁高压锅炖，今天还辣了，还快。酸菜炖排骨啊，晚上安排可以吧？可以。那酸菜能多吃点吗？还是多吃肉啊？多吃肉。酸菜就投鱼呀，吃点酸的，不投那么多的。我看你家前两家炖排骨。嗯。排骨炖下来。洗个头，准备晚上要出去嘚瑟是吧？谁是嘚瑟去了？怎么唠嗑呢？我们不是约会去吗？我得打扮漂亮的。也没帅哥，全美女。那怎么的呢？美女才更应该打扮漂亮呢，我得把他们全比下去。你去衬托他们去了。我是草的，他们是花。嗯。你是啥呀？你是木头棒子。你是笨。排骨的功夫，我给自己捯饬了一下，现在怎么样？自己刚才的造型好多了。我刚才直播老多人都在夸我呢。一会儿我再把头发扎上，因为现在还没干。然后这个里面的肉已经炖好了，放放气儿之后再把酸菜放里面，炖个五分钟就完事儿了。然后那边饭也焖差不多了。这排骨都挺辣的，我想啃一块儿。多有食欲，这个酸菜搁里面，我再给它炖五分钟就行了，一直给它保着温。他们回来直接就吃了。大米饭也好了，打扮干净的，拎着垃圾出发。凉快不？还行。哎，好，可以。这天气还行哈。早点起床，早点回家。